买了一些这些玩意儿，我操！刚刚他妈的用手想去抓它，结果他妈的突然被扎了一下，就扎的是这里，太痛了，我操！现在这个手指开始又痛又麻，然后延伸到手臂，我操！以后我再也不会玩这些东西了，我发誓！我操，太痛了，又痛又麻。问了商家，商家说用点酒去擦一擦，然后一两天会好。今天 UP 主中毒了，暂时不发视频了。